如果你今天呢是利用我刚刚讲的，你可以这个报表筛选器了啊，一样就是把什么呢？你要的性别哦，然后教育程度跟那个月收入哈，先通通放在哪里呢？放在这个报表筛选里面。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以针对什么？比如说全部的性别不分啊，然后呢教育程度的话大专以上，啊特别注意哈，它预设的话呢是只能单选。所以如果你要选大专跟大专以上的话，这两个都要选的话，记得哈，在那个报表筛选里面哈，你要改成就是打勾那个选取多重项目，也就是说你要筛选的东西是两一个以上的条件的话，那这边就是打勾，那并且哈，把大专跟大专以上 ，OK 两个把它打勾，这样的话就是表示我要这两个项目，按确定之后的话，那月收入部分的话哈，一样。就是多重选取，它是3万块以上。假设我今天收入不是全部哈，是3万块，就是3万到5万，5万块以上这两个哈，那把它按确定，那可以筛出我们要的结果。那当然呢，如果你今天呢，你不是要用报表筛选的话，而是用那个哈，不过这个可能后面的方法限定是在2007以后的版本啊，所以这个把这些报表筛选我把它拿掉 ，OK 哈。那如果我今天希望用那个所谓的这个哈，在选项里面有个叫做交叉分析筛选器的话，那一样的哈，其实就跟刚刚那个报表筛，如果把报表筛选先拿掉，然后里面我要什么呢？性别啊，年龄不用，这边已经有教育程度跟月收入啊，把它打勾按确定，那它实际上就会用面板的方式哈显示出来，这个面板当然。你可以第一个移动它的位置，第二个的话你可以怎么样让它放大缩小，第三个可以变换颜色，比如说你今天这旁边空间实在不够，你可以怎么样把它稍微缩小一下 ，OK， 这边其实是可以放大缩小，然后这边的话其实两个你可以把它往下压好了，这样的话呢比较不会占空间。第二个的话呢，你可以怎么样把颜色稍微变一下，因为每个都这个蓝色的看起来不好分辨，那我们可以怎么样？比如说第一个啦，你可以就是换个颜色，换个有点比较像紫色吧哈。那月收入的话，你可以把它换一个绿色。那性别的话呢，也许再把它改一个，这什么浅色？这个有点蓝哈，有点紫。好了，反正就颜色不一样就可以做个区隔哈。所以特别注意这边其实可以把它放大缩小。接下来的话呢我可以把那个筛选先清除。不过感觉好像我做过筛选，刚刚报表筛选好像它会被记录在这个里面等于两边好像是一样的东西耶，有没有？它好像筛选结果都没有变，两边好像，所以其实那个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等于就是报表筛选的进阶版，或者叫做视觉化版，让它看起来比较漂亮一点点，但实际上做的事情好像是一样的 ，OK， 所以我们把它取消一下。清除，但是呢它的用法又跟刚刚的不太一样如果你要选取的话，比如说我要选这个男生女生，但是你现在呢只能够选取其中之一但是如果像刚刚那个报表筛选里面是可以多选，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它没有那个多选重复选的，而且它也不会提示你实际上如果你要多选的话，记得要多按 Ctrl 键，这边的话Ctrl 键按一下，两个才一起选不过我发现它没有提示你用 Ctrl， 会不会有人只知道点一个，他不知道其他，其实你可以多选几个所以如果你要多选的话，记得按 Ctrl 键。那其他的话呢，我要大专以上的，所以先选大专，然后再按 Ctrl 键，大专以上这样子的话呢，大专以上的也会被选到。再来的话月收入如果是要3万块以上的话，那就是3万到5万，5万到，在上面，这是想取消一下，这个，先选一个，然后再按 Ctrl 键，按 Ctrl 键呢才可以多选。那其实实际上做出来结果好像是一模一样的，各位可以稍微比较一下所以如果你是旧的版本，那至少你可以用所谓的那个报表筛选。如果你是新的版本的话你可以用那个交叉这个筛选分析这个结果
那这边的话呢，我们大概就是把这边好，那其他的话呢，当然你可以再把它的相关外观美化。啊，另外如果你要把它删除的话，比如说你觉得啊这个放在这边有点碍眼，你希望把它删掉的话，那其实也非常简单哦。如果你要删掉它的话，游标放上去，按 delete， 其实就可以把它删掉了哦。你可以把它当一个物件一样，假设这个我不要，哎，把它删掉。啊，这边的话一样哦，把这个选取 delete 掉。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三个呢就通通被我删掉了。OK， 那请各位试一下有关那个这个交叉分析筛选器的美化与删除。OK， 好，如果你没有这个功能，像2007、2003的话，那你就是用那个报表筛选试做看看。